队的不同队的球员，他还帮他们写好了出场词啊。李彦廷、李威廷的犯规，跨步到篮底下，李威廷挑篮得分，一上来就有分数的进账。而且这球门也没有关好，所以直接被。等待同车过来，李威廷接球后投一个大号三分，结果是一个面包。在后卫线上面，他们已经算是没有跟林世轩续约。嗯。李威廷交给外围的曾平。